那今天呢，报名的有三位同学。好的。那个你知道，就是要来让我们挑白富帅的三位，大家有看到哈，他们的优点都在那儿了。哎呦，是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看。好，眯一下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欢迎你们，我们的白马王子三位，哇，欧巴，哇塞，帅气耶，有啦，好像有，帅气，帅气，很帅，那个牌子上面帅气耶，而且真的都很高哎，高度很不错，小腹也都还不错，哎。有几个要在这哦，第二个是在干嘛？你说中间那一位啊？哎，好像小腹稍微差一点，哎，另外两个小腹不错。哦，而且第一个还敢把衣服塞进裤子里面。对啊，代表他对他身材很有自信哦，但那个姿势偏老派哎，可能透露出一些年纪。是哎，有没有人要那个触诊的？可以。老师要带他去摸，可以，那你先，你帮我摸。来来来，小优先 ，Amanda 快。我对于那个小优先，小优先，哪一个哪一个？我觉得一号敢扎这边的话，我要测量一下他这里。哎，哦，要新妹姐可以打人吗？攻击性太强，直接推人。好，那我不摸他，我改摸他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哦，他也打我。我就不相信，你推看看。来，你去。我摸到了，怎么了？怎么硬硬的？哦，这里，好好换这里，我帮大家拨开。哇，拨开，有有有硬硬的吗？这也不错，几卡普？主动积极，为什么刚刚就打开我的手？生气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。这个还要吗？这你嫌什么？你嫌什么？有种你推看看，你推看看，推看看，你看看啊，拿剪刀射你，可以吗？成功了啦！换脚，你看两个还有夫妻腿，换脚换脚换脚，对，换脚，哇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好吃哦！这个就这样子哦。这个我看一下屁股好了哦，屁股我还蛮喜欢看男生，我也看屁股，真的，我不因为我没有屁股，屁股什么都看，转过来，屁股很重要，好吧，算了，有点瘦，太瘦了，但是手还蛮结实的，结实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。一号的优点呢，高帅孝顺，对，性格完美，很好哎。居然有人敢这样臭屁，完美，性格完美的人。二号也很美哎，会做家事，对啊，很加分哎。做料理给另一半吃，这两个不是一样吗？喜欢给对方惊喜哦，这很好，我这适合不会胖的人去。对对对，好，高富帅，才华洋溢，幽默搞笑，嗯。高富帅，他前面第一个就说自己高富帅，对。哎，新梅姐，这是吹牛比赛吗？还是？因为我觉得低，他们真的高啊。哦，对啊，有高。帅不帅我就不知道，我知道他们三个是这样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然后有存款，然后不穷。哎呦喂，你要买什么包都可以。光是有房子这个条件就很吸引啊，很吸引。好。你会选哪一号呢？那我选三号。好，对，因为你喜欢幽默搞笑。对，因为我第一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性格完美的人。嗯，这个人他的个性就已经在说谎了。OK。对。好。然后会做家事那个，我有点犹豫。可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很容易，就是你知道，太暖男。嗯。他有点中央空调。OK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幽默搞笑这跟我应该很合。好，我们可以变成碰碰跟廖俊。好，没呢。等好，我也是三号哎。啊，你刚刚抢菜啊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做菜不错？对，就我也喜欢吃啊。就也是那两个在抉择，但是我又更喜欢幽默搞笑，幽默男生就很加分，因为他很爱笑。对啊，很爱笑。老师，你等一下哈。我们撞菜。来，真的哎。先不要讲，现在三号有两票。对。你会选哪一号？哦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因为他那个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哦，第二项这个超重要哦，多重要？
哦。兴趣相投，是是是，你呢？小孩在做选择，三个我都要。哎，都有人选呢。是啊。哎呀，那老师，你想要先咪牌，先看哪一号？那就我们先看三号好了。这么多人选，是不是？紧张紧张。三号优点：高富帅，才华洋溢，幽默搞笑。你是谁？一、二、三。我确认再确认，这个牌子是我。啊，我哪里高富帅？我还是去吃好了。你哪里帅？你富跟帅都没有哎。我一个一个讲，让大家。富跟帅很完美。我还是你啦。那你说，第三个就被打枪，那后面两个不要看了。后面两个要看，这个是有层次的，你要看就对了。赶时间就先走。我没有赶时间，你没有赶时间吗？先不要走，先别走。高富帅，高富帅，他字打错了。哪一个？我高兴。富家帅真，富帅就是我本人，大家都上看，字打错了啦。你没有女朋友，活该。他蛮幽默，这个蛮幽默的，大家都好朋友。这就是幽默的力量，对不对？还有幽默搞笑，才华洋溢嘛，我会砰砰砰砰，大家都知道。打喷嚏，我打喷嚏也可以。赶快就好了。好烦哦！老师，老师是你的菜对不对？老师，你开心哎！老师的菜好笑。老师三个都要对不对？是好重啊！好好好好，再来看他选的。好，来二号会做家事，做料理给另一半吃，喜欢给对方惊喜。你是谁？一二三。哇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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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还有这个，你选我，对，是货，是谁啊？没有，我觉得后面你可以先走了，真的，太棒了！我有四个优点呢，我刚才发现啊，苏红她第三个也是我啊，喜欢给对方惊喜，刚刚你们是不是都吓到了？惊吓，惊吓，惊吓又喜欢惊喜，哦，还可以，对 ，OK， 都留着。好，一号赶快走。所以一号，哇，完美，快点，信哥，完美哦，还有这样称赞自己，他说他完美哦，体贴孝顺哦。开花是完蛋还是完美？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好好讲话。可以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小优在这边默默摸？我会把牌子拿下来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没有选一号。对啊，你是不是选这样子吗？你是不是选三号？我在认真选一号。有后悔选你，选你有眼光，我觉得选对了。对啊，他真的蛮完美的。哎，是不是？帅哥是里面很帅的吧？什么？帅哥是里面很帅的。他跟我在这边上演过追梦人呢，我骑机车载他哎，一再成主顾。有那一集我在吗？你在啦，你人在，但灵魂已经不知道谁了。对，没什么，你都忘记了，忘记了。那你说看看他哪里完美？牧野，你说。我觉得完美，因为少爷哥已经是出道很久很久，但他其实就是没什么不好的新闻，而且他很认真存钱，然后这种是体贴孝顺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他一直都有维持身材。少爷哥，这个什么第一个高小富帅，你的小富很高，对啊，对啊，小富很帅，对啊。通常是高富帅，因为我现在还有一点欠债，所以我不敢讲说富，对，有小富，小富，小富帅，高小富帅。